在一年初就发布消息，由卢卡斯影业游戏和 Zynga 联手推出的全新星战游戏 Star Wars Hunters 释出了游戏玩法影片。本作的背景设定在第六部曲之后，银河帝国已经崩毁，各方势力崛起的时代，玩家将扮演各路人马到竞技场来一场四对四的对抗。地图中将涵盖不少星战的经典场景，玩家需要配合队友执行护送或是突击的任务。而登场的人物包含两人搭档进攻的爪哇族，觉得自己是绝地武士的机器人和经典的帝国风暴兵等等，每个角色都有他们的独特技能，并在不同模式的战场上发光发热。 Star Wars Hunters 预计将于2022年正式上线，各位喜爱星战的粉丝们赶紧想想要扮演哪个角色，准备在战场上大杀四方。召集英雄豪杰，坐拥古代四大美女，看青莲剑仙以将进酒发动攻击，杨玉环再一曲长恨歌回击，到苍穹幻梦轻松放置，养成你的传奇队伍吧。